一位小伙子了，这位小伙子有三个身份：万能乘务员、苗圃老板，再加上波尼河秧歌队的队长。来，掌声有请！全程热烈！东北爷儿就是棒！大家好，我叫张春龙，今年22岁，来自九台市波尼河站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每天跟车也白搭，今天全程找个他。哦，燕子姐好。你好。老王哥好。你好。这是什么呀？玫瑰花啊。玫瑰花。对啊，来的一路奔波太远了，花都掉了。没有没有，那没有，他那个没开呢，正在那里孕育着呢。假如我今天牵手成功了，就把他回家，和我记得牵手的女生回家一起栽在土里，到夏天呢就是一片红玫瑰呀。啊，有这个有寓意啊。就是有才的小伙吧，手里随便拿个小树枝儿，他就说的浪漫无比。